立马进入角色，汇聚全身的运气，眼神间的对手戏，占据阵地。我才不会动摇，不要再白费力气。到底是什么因为晕头转向？应对的法则是善于逞强，心底的欲望却无处可藏。理想的恋情就已经到底，做一个深呼吸。Take one， 大步向前 ；Take two， 动动双肩，这魄力让你着迷。灵动的指尖画一条弧线，魔法存在的意义由我来证明。Take one， 保持距离 ；Take two， 无限靠近，我快要无法呼吸。孤岛深处的谜底，未知的剧情，剩下夜晚的海空。有个危险的气息。加油吧！多亏了萧简，这次才能演得这么好，我应该要谢谢他才对。并不等于说我认为他是个好人了。怎么说呢？毕竟合同里并没有约定他要请我演戏啊，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我欠了他人情一样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要怎么感谢他才好呢？就是不好纠结的喵，穿上这个不就行了喵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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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底要怎么办呢？小小啊，怎么了？你把心里想的话都说出声了哟。感谢这种事情不用想得太复杂了，心意到了就行。心意，心意哦。哦，你回来了。我回。不是，我就是突然想穿上试试。那可是刚买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是国民明星，我要注意形象，要冷静啊，要冷静。你冷静你个喵啊，你给我先吃饭。这个耳朵的触感，哇，果然好棒啊！对了，这个样式还有别的颜色，不如都买齐了吧？啊！不要！哇，这个爪子上还有肉垫垫，手感好棒啊！如果是纯毛的就更好了。哇，还有尾巴，尾巴也好可爱。别开！就是这个眼神，好棒啊！不对啊，我不应该打他呀，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感谢他吗？哦，对了，前爪上有肉垫的话，那么后爪也一定有了。快把脚给我，让我挠一下你的脚心。挠脚心？我也是个大变态呀！为什么我会做这么羞耻的事？太丢人了。我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来？都怪那个变态，一定是被他洗脑了。我也真是的，正常一点的方式感谢他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这都什么呀？你干嘛？你干嘛突然掐我的脖子，然后就跑出去了？还不是因为你……哎呀，算了。怎么了？又耍猫脾气了吗？那个，昨天演戏，明天开始要住在外景地。这事我给忘了。这些天不就是完全没有猫可以摸了吗？
你可以把这些衣服都带上，晚上在酒店穿上，拍点自拍什么的发给我，视频也可以。你这个兽性大变态！谁要跟他道谢啊？谁会感谢这种变态的帮忙？这几天你就在家吃猫粮吧。小小，我来接你啦。小简简，小小要出发了哟。算了，三弟姐，他不会出来的，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？你们又吵架了？我又没有错。那我们出发喽。你教我的那场戏顺利拍完了，谢谢你。像是吃了碳水化合零度可乐冰，在十厘米的床垫上刷新着手机讯息，当一只慵懒的猫咪专属一个你，为什么还没回讯息？剩一个他拉掉我的脚步轻巧，十二天的南瓜车在吃